一班大律师同研究社会政治的学者，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今日宣布成立公民党。我们会发展我们香港既有的资产，亦都会争取更加提升香港的生活。这班因为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而投身政治的法律界精英，继3年前组成45条关注组，争取全面普选，到今日再成立一个跨阶层的新政党。他们寄望有朝一日可以透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公民党正式成立。早晨，你好，我问你啊。梁家杰，公民党核心成员，本身是资深大律师。有时间落嚟我哋嘅办事处倾下偈。2年前，佢循地区直选晋身立法会。每逢月初，梁家杰都嚟到选区派发关注组办嘅免费报纸。呢个报纸咧，就我哋一早定位就唔系话个党报嚟嘅。咁呢個係希望咧，就能夠提供一個版面俾主流傳媒忽略嘅一啲角度咧，係可以喺度得以發揮得到。早晨。進身立法會之後，梁家傑一心希望運用自己嘅法律知識服務香港。不過而家嘅政治環境令人好泄氣，連佢都不禁慨嘆有心無力。近半年嘅發展咧，其實政令不行，而且行政立法關係咧，係我諗，就算唔係空前咁惡劣咧，都係屬於惡劣嘅一個境況之中啦。你一定要有一個政治嘅力量咧，係各方都願意去擁抱佢作為一個平台，然後將個民間社會凝聚到佢咧。咁我諗對於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成立這個政黨，就希望可以告訴市民，我們要團結這一班市民的力量。如果有越多人入我們這個政黨，我們和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越高，那我們才可以叫做捍衛到他們的利益。3年前，特区政府建议要为《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梁家杰当时是大律师工会主席。当年他同一班志同道合的大律师上街向市民派传单，呼吁政府停止闯决立法。我梁家杰谨此宣誓。当选立法会议员之后，梁家杰推了很多律师楼的工作，凡是要打超过3日的官司，他都不敢再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立法会和地区工作，争取和市民接触的机会。大家新春行大运，天气又非常之好，集日就集得非常之好，今天不会太热。咁行起嚟未曾选举之前，我通常想就是法理情，法先行，又有讲道理，先要讲情。咁而家我觉得咧，尤其是经过直选嘅洗礼啊，同啲街坊接触多啲咧，我而家睇问题系倒翻转，情理法。反而你用心去听，去感受嗰啲街坊佢嗰个问题对佢造成嘅影响，由嗰度出发去试下帮佢解决嗰个问题。其实法律有时可以咧，针对呢啲问题去解决佢噶嘛。梁家杰
在香港土生土长，83年开始执业做大律师。他很珍惜社会以往给他的机会，眼见近年香港的优势逐渐消失，令他觉得忧心忡忡。我今天所有的其实都是香港的制度给到我的，那我不希望这个曾经是伴住我成长，令至到我可以在社会的阶梯向上爬的制度呢，是会因为这个种种的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呢，是不再可以造福我的下一代或者我下一代的下一代。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我可以做到一啲嘢，能够将呢个制度去保持落嚟。汤家骅，45条关注组另一位成员，亦都系公民党嘅核心人物。佢话自己从政系因为三年前眼见50万市民上街，感觉到社会上对民主有强烈的诉求，所以在法律界的朋友游说下，两年前他参加立法会的直选，还顺利当选晋身议会。其实我做律师一路以来都希望可以做到法官，甚至乎做到首席法官，即是我对于自己的即法律上那个钻研的学问呢，我是 有信心的。我亦都希望即做法官可以即定下一些比较公平啲嘅原则，可以即系帮助所谓后人。咁但系而家呢个梦想可能永远都唔可以实现，因为一从咗政之后咧，其实系冇机会再翻入去即系司法界噶啦。从事议会工作年几以来，汤家骅说由于现在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由民选立法会议员提出的议案很多时都遭到否决。很基本的民生的问题，我发觉呢，是我们直选议员往往是被功能组别的议员呢是否决我们的议案。其实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议员议案呢，就是要求全面去检讨劳工法例。那個議案不是說要改勞工法例，或者要提出一些很多人認為是十分之福利主義的修改，我們只是說應該要檢討了，因為我們這個勞工法例已經過時了。但我們仍然呢是被這個功能組別否決了。我們叫公義黨好嗎？一個黨你剛成立的時候，你的名字是給人的一個期望。三個月前，45條關注組和一班學者宣布籌組新政黨，希望凝聚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一个跨阶层平台，为香港的未来制定长远政策。我觉得香港是需要发展政党政治的，因为唯有是真正发展政党政治，就可以令到这些政党是放多少少的心血落去钻研长远的政策的制定。其实特区政府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冇任何嘅議題咧，都冇長遠嘅計劃。我哋最近講緊即係兩電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好多時政府就係一個救火隊，邊度有火咧就邊度去撲火。公民黨主席，公民黨實行雙頭馬車制度，由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出任黨魁，專責對外事務。和中央及特区政府沟通，而党内事务包括制定组织的未来发展政策，就交由党主席关顺基负责。两个人平起平坐。我哋咧，香港本身是不容立政党发展，一般的人是对政党是有负面的嗰个观感啊，将政党睇成咗政治斗争的工具啊。政党中人的话咧，只关心系权力，政党的发展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政党的嗰个制度，可以咧系促成即系和平的有建设性嗰个竞争的话，民主政治咧亦都唔可以系个健康咁嚟个发展。
提供了即係香港嘅嗰個政治改變。關順基，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是本地研究香港政制一位受敬重的學者。董建華做特首的時代，他曾經出任中央政策組顧問，做過政府的智囊。他說自己過去一直從旁研究政治，今次他加入籌組政黨是因為見到香港的政治環境近年令市民有很多怨氣。咁我哋香港呢個係目前嘅嗰個即係政治嘅嗰個生態咧，基本上面咧就係一個膠着嘅一個狀態啊！即係呢個膠着嘅嗰個狀態咧，就話我哋似乎咧就有好多嘅嗰啲係社會上面嘅係利益啊或者聲音，佢哋只覺得咧係未能夠被充分地係表達得到嘅啊！咁或者咧就話雖然有表達得到咧，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利益同埋嗰個意見嘅嗰個係發展咧，亦都不能夠咧係凝聚成為係可供選擇嘅嗰個係政策嘅建議。咁所以我就提出咗話，我哋要打破傳統嘅個文化話君子不當，啊，而係咧要鼓吹咧就君子也當，啊，咁如果係。政黨嘅發展係能夠比較均質一啲嘅話咧，啊，咁香港咪有福咯。我要係家。廖銀鳳十幾年嚟。一直义务帮助被配偶虐待的妇女自力更生。公民党目标是要做一个跨阶层的政党。廖银凤来自草根，是被吸纳的对象。不过他说对自己加不加入政党曾经再三思量。性格来讲政治我都很害怕的。一路我都是有些即讲不出的恐惧。同埋可能同我性格好唔同，因为作为政党中人好圆滑啦，面面俱圆啊，又要顾上，又要顾下，又要顾中，又要顾左，又要顾右，又要顾中央，顾好多嘢咯。咁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咁我中意讲乜就讲乜，唔使顾虑咁多咯。廖银凤认为，特区政府从来冇正视妇女问题，只系将呢个议题归入福利政策。他希望加入政党之后可以集结政治力量为妇女谋权益。外国个妇女事务委员会呢是摆好高的层次的。而香港政府摆个位置就摆卫生局。他就好不重视妇女的议题。同埋将家庭暴力呢亦都摆在福利那里。好像给了间屋你或者给了中文你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即我都期望是新的政党真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即大家怎样去磨合。能够面向基层，就唔系好似依家某一啲政党咁，到选举嗰阵时候就嚟听下你妇女团体嘅意见，就亦都签下你妇女政纲，签咗之后第二日就反悔。我就专攻入屋分发，相剑合璧。亦都有收费电视咧开始招兵买马，听讲上星。毛孟静从事传媒工作25年，由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到反对政改方案。他都一直表达自己对民主的诉求。今次他更加身体力行加入和自己有共同信念的政党，成为创党会员。很多人说香港究竟成熟到有普选未先，我次次一听人这个说话我就气恼。我就不相信如果印度、菲律宾、我们这些邻国、南韩等等都有一个他们自己一套的造就出来的民主制度，而说香港人未成熟到这样。我自己觉得呢，就政治政制改革比法治重要的。你有好的政制改革呢，才可以维护到法治。毛孟静现在在中文大学兼职教政治与时事。他认为关注了一班大律师选择组党，全身投入政治推动民主，实在好不容易。我看到他们是有牺牲的，
譬如收入上呢，本来可以好舒泰、好简单而好富裕地生活嘅，何必同你哋即系又北京又街坊又对手又在野又话要执政，好多个角落头唔同嘅人嘅码头嘅人周旋咧咁样。我就真心觉得咧，佢哋系付出咗好多，而既然已经付出咗咁多咧，唔争在去尽佢。阻挡好啦，佢系真系讲成条嘅呢个，佢成条。陈祖维系一位研究政治嘅学者，系另外一个公民党创党成员。佢认为政党政治系西方国家步向民主化嘅必经过程。民主化嘅发展同埋运作咧，系需要政党政治嘅。呢个系全世界都即系公认噶啦。如果市民對於個政黨係持比較正面開放嘅態度嘅話咧，咁我相信亦都更多人願意參與政黨嘅工作。咁我相信呢個係互為影響嘅。陳祖維係黨主席關順基嘅學生，依家出任公民黨嘅次郎，負責制定黨嘅政綱。我哋睇嘅香港係睇50年後嘅香港，而依家講嘅係所謂持續性嘅發展，即係我哋嘅經濟發展、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教育。是不是能够令香港人呢是有一个有质素的生活可以持续下去的。即是我们下一代可以不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消费令得他们没办法享受一个美好的社会或者天然的环境。是我们的身心灵是得到平衡的。公民党的骨干成员 ,45 条关注组的立法会议员，去年因为反对政府提出的政改五号报告书，破坏了他们原本同中央保持的良好关系。当时文汇报曾经刊登文章指他们是反对派。我们是希望尽量是有机会不但只同中央沟通，也同特区政府沟通。政改失败之后呢，这两方面都有沟通，都是有困难，这个我是即是承认。我只是希望呢，是即是现在在特区政府执政的曾蔭權先生和中央政府呢，对于政改这件事呢，是存有即是政治家所必须有的气量，就是继续为香港人的前途着想。发起个居民那里是关心他们自己区内的事，给他们自己看到现在的情况呢，他们已经有很多公民党期望同中央以及特区政府保持沟通。不过作为过来人的民主党主席李永达认为，当一个政党有越多的党员加入，赢得越多立法会议席的时候，反而会改变中央对他们的看法。当关了组的党，由他的四个人分在这边六个人，或者甚至一个更加强大的民主派政党，中指是不是真的很以前对他呢？以我们知道，就中政府对个别民主派礼待很多，因为你个别嘛，佢游说你改变立场嘛。中者系最唔中人捆绑嘅，捆绑即系你有集体嘅力量去同意或唔同意政府决定嘛。我哋认为系对香港有利嘅嘢，咁我哋当然要坚持啊，要投反对票，甚至投反对票咯。嗱，咁因而咧就系、是，如果牵涉到中央嘅意见嘅话，咁都冇办法噶。咁你頂多就可以即係要想埋等佢明白，即係你反對係咩意思啫？嗱，唔係為反對而反對，唔係為咗嗰個私利而反對。A45 第五期黃毓民訪問馬英九。你有四個喎，而家又組黨，現成又有兩個六個咯喎，2008年之後又多四個喎，咁立法會有十個議員，跟住有幾十個區議員，佢點解唔驚你啊？點解唔同你傾啊？如果你冇實力，共產黨人會統戰你，係嘛？特區政府又唔需要買你牌，所以乜都假，一定要創造自己嘅實力，保持自己嘅實力，呢個先最重要。政治，阿國父都講係眾人之事，眾人之事咧，其實係有佢實際嘅內涵。想了很久
我先至願意踏出呢一步去組黨。我可能你覺得我好幼稚，可能你覺得我係真係太過唔得去認清嗰個政治係咩遊戲啦。但我的確有個信念嘅，即係我好希望我哋個黨咧，嗰個做出嚟嘅唔係一啲表面去爭取掌聲嘅功夫。飯未食啊？立法會啊，即係邊樣嘢先？你個西九行先係咪？西九先。佢唔係全部都揾塊砖喎，而回歸八年，香港嘅民主步伐停滯不前。發展政黨政治係咪可以令香港政通人和，仲係言之過早。不過，當越多人願意踏出佢嘅第一步，眾志成城，或者可以為未來帶嚟一線曙光。我哋嘅承诺系要为香港嘅市民努力去争取民主，努力去争取正义。